喜欢做的事情呢，就是煮菜。我觉得煮菜呢，给男朋友吃，或者是给家人、给朋友吃，看他们吃开心的脸，我会很开心，会比他们更开心。我喜欢看到别人开心的脸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，它叫拉拉熊，有没有跟我长得很像啊？然后这边呢，是我画的一些画，这个是我家的狗，它是一只很顽皮的腊肠狗。最喜欢自己的眼睛。那平常呢，卸完妆之后，我会擦一点眼霜，然后从这边开始按摩，然后转眼球，就看上看下这样子。我觉得学画画是我从小的兴趣，然后也想要让自己就是有一些才艺，所以我去学画画。那画画的时候，我真的可以很平静，然后可以从早做到晚，然后一天到晚一直画。是，我觉得对情绪管理很有帮助。那我会一直画画画下去，希望我以后的家会挂满我所有的画。